当时呢，医生也Never really know just what you want. With you I don't ever feel calm. I can feel the sweat inside my palms. Play with me like cats and a string.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pain it br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give me w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set me free. You know I'm addicted to you. And it's twisted, you've been gifted with the evil voodoo. Got me coming back for more, even when I've been screwed. Dolls full of pins, pierce my heart straight throughGot issues in my head. I like you in my bed, but you keep me on red. Oh, everything is like a test. I better not text or I'll come off desperate.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baby, you'll get sick of being the monster out of my head, under my bed, thinking something out of my If I play dead, will you regret everything that you did, that you said? I don't think you understand what you're doing. And my heart's black and blue from the bruising. I feel like when I'm with you, I'm 康复方式都去尝试过了、嗯、但是几乎没什么效果。他已经六岁多了，坐椅子还坐不稳，吃饭也是掉的很多，每天流口水流的要换几件衣服，就整个人还是软绵绵的，像个面条一样抱着他。那个时候我真的挺绝望的，而且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我自己也打两份工。我后来又把宝宝接回来了。哦，你还把他接回来了？对。为什么呢？你本经济条件不是不宽裕吗？但是我还是不放心。还是不放心。我还是不舍得他。那可以把小女儿让父亲抚养啊。我觉得还是在我身边吧。还是在我身边，嗯，我还是要对他们尽到我的义务。不是说有一句话说有妈的孩子是个宝吗？嗯嗯，我觉得还是要让孩子在妈妈身边，还是放不下这个心啊。嗯，我们只是听一个故事，你是每天都要面对，你哭过吗？我哭过，但是我不敢在我爸爸妈妈或者我的孩子面前哭，也不能在我的同事面前哭。我就在上班的路上，在公交车上坐最后一排。没有人认识我，那个时候我可以哭。嗯，我觉得没有我自己的空间，也没有我的时间。我白天上班，晚上有的时候写稿，有的时候呢，我白天也要挤出时间来带着我的宝宝去做康复。嗯，我觉得是没有我自己的生活。身边带着这样的两个孩子，会使得你在生活当中丧失掉很多的机遇。对，因为我在哲学系毕业，我也很想再继续深造，所以我申请了德国的海德堡大学，嗯，也获得了录取。嗯，那就在我已经跟大使馆约好去签证的时候，我觉得啊，这个问题好像真的在眼前了，这个选择。那个时候我的心里真的很舍不得两个孩子，所以我放弃了。那样的一刻有些悲怆啊。其实我心里没有很悲怆的感觉，而且一直到现在也从来没有后悔过这样一个选择。嗯，我记得我们有个邻居，他是中风了，然后呢是躺着去走着回来的。这件事好像又燃起了我的希望，我就跟我们单位领导请假，但是那个时候要请那么长时间的假很难，我就把第一份工作给辞了，带着孩子到那个县城去找那个草医。我记得那天我们去的时候已经太阳要落山了，但是我还不知道要带着孩子到哪儿住，我就背着他在那个县城里面走啊走啊去找地方。大女儿有多重啊？那个时候应该有六七十斤了吧。你背着六七十斤的人每天都要上上下下走来走去。我们在那个小县城
待了三个月，每天带着他吃药、擦身、做运动。我的女儿跟我说：“妈妈，我要不会走路，我就不回去。”小女儿会吃素吗？会的。会说你对妲己太好了。小女儿小的时候也承受着很多她那个年龄不应该有的压力。